我现在确实需要他，你可以去和他见一面吗？我今日可能没有办法陪你玩了，改日可以吗？苍玄殿下在西岩山，小妖在里间小憩。我听到老僧来禀告，就自作主张把你请了进来。啊，王姬练了一早上的剑，十分疲累，需要小憩一会儿才有精神待客。你随便找地方先坐一会儿。听小妹说，你这段日子常常来拜访桑玄殿下。殿下棋艺精湛，我见猎欣喜，常来切磋讨教。小妹啊，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多谢你的细心照应。他这段日子在西岩城非常受欢迎，整日宴请不断，玩的那叫一个开心。我看你正在休息，就自作主张把景请了进来。幸亏你自作主张，否则就是我怠慢了哥哥的朋友了。青丘公子，哥哥在招云峰，我立即叫人去请他回来。你若是没事的话，就坐在这里等一等，若是有事可以回去忙，我让哥哥去找你。我跟贝一会儿还有事情，就不在这里陪青丘公子了。走吧。我们一会儿去哪儿玩啊？你想去哪儿玩，我们就去哪儿玩。那我得好好想想了。好啊。是，我现在确实需要他。你可以去和他见一面吗？怎么了？我突然想起来，之前苍玄嘱咐了我些事情，我今日可能没有办法陪你玩了，改日可以吗？好啊，你既然有事，那就改日了。